哎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台中的大安滨海乐园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要来住这个像海那样露营区。我跟你们讲，这是豪华露营区。 OK， 那我们上一次呢有去住过旗津的那个露营区嘛，对不对？上一次那一次是带我妹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发现我妹最近表现不太好，那个鼻屎可能是有点太多了，那个脑袋都怪怪的，所以说我今天带了一个更奇怪的人来啊。怎样啦？他有个怪癖，他会随地大小便。干嘛自我介绍？一个不自我介绍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时间很赶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赶快去 check in， 然后等一下还有下午茶。确定是什么？对，不然我今天来教你讲英文好不好？好。Do you want to eat my delicious chicken？ 各位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现在呢要来讲小姑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小姑呢就是这边，然后剖腹产之后伸出来，哦噜噜，干嘛？是啊，开动吗？开动。好恶心，看美奶滋，我的要死。好吃的。他刚才跟人家说，那个如果要找厨师的话，记得找他。真的。怎么知道我的厨艺？哎。干嘛啦？Jonas，你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不能看到草丛想尿尿。是是是。知道吗？好好。这样子卫生不好。八天在下面。好。对。 应该还年轻，都分得下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因为我还没来。吃我煮的，我煮的，一个背起来。他到底在干嘛？这是女生的房间，踩踩踩，我踩踩踩。春水，我踩踩踩，我踩踩踩，我踩，我踩。好凉哦。这是女生的房间，就是要这样子玩。这是女生的房间，这是女生的玩。现在都是谁会这样讲话？你到底几岁？ 拍，哎，这房间还不错。那我们的那个热水器因为是蓄热水的关系，所以洗澡间距要10分钟。这边有厕所，这边有厕所。我要大便，我要大便，我要大便。走开，我要大便啊！赶快在女生那边。哎，我要大便啊！哦，他这个厕所很棒哎。这个房间里面就自己有自己的厕所、卫浴，我觉得还不错。 因为像我们之前去旗津住的那一个，是不是就是要去那个淋浴间？那个洗完澡，你知道吗？脚湿湿的，然后穿了拖鞋走回来，就会有那泥土，或是那个草会沾到鞋子上面。我跟你说，他们把衣服洗又什么？你刚才找到自己的房间，你们看了都不见了，是我们要住这一间，好险你还没拉屎，吓死我！哎，你们的钥匙啊，还你，我们的我们是107。哎，阿范，不然我们来个游戏。 我们是去这里的那个。好，那我再进去玩。男生出去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就包包在里面啊。来，我要进去拿东西啊。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很有啊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那我进去一下了。我拍手，拍手。拜拜。是他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拍乳。再见。道歉的。 不一样，你到底是那个是鞋带，你就看就好了。傻逼！今晚就没得锁门。我说，我要锁门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换我了。不要啊！对不起。好了，老板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人的天资哦，现在正式结下了。我根本没有弄，我刚刚还在搬我的行李箱。 今天晚上睡觉你就知道了啦。不是我吗？好不好？我就在你们房间门口放屁。我现在你的钥匙。你现在又想怎么样了？你到底想？你钥匙，你不要。你刚揍我，还是我还没报警？啊啊啊！
红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准哦，我真的很会射箭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的靶是下面那个，哦，那个是挺巧的，哦，巧的，球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是手滑了。啊，对不起。来来来，停住了！我们的大便都掉出来。哪里？我们到泳池了，我要准备下去了。你看得到？等一下啦。哎，水很浅哎，调皮！哎，你怎么一下就选择变浊的？哎，你很脏哎，因为你黑黑的，好像一个礼拜没洗。那不，要不要打躲避球？来砸他吗？防水的啦！哎呀，他手机呢？哎，没有，我的手机没有防水。等一下，我都没有那个功能了。等一下，喂喂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的裤子好像有点松。哦哟！干嘛啦？坏掉了啦！哦，买台新的。哪那么容易坏呢？哪那么容易？它……哎，我的手机，拜托还我好不好？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哎哎哎哎！对不起啊！好可怕。人家不想看这个啦，想看这个啦。你看你就好了，不要看我。他这个不是来玩哦，不好玩的。我已经原本来之前我已经想好一百种弄他的方式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这个静香团刚刚游完泳，现在要去吃晚餐，说什么火烤两吃。不行，这个战去啊去啊去啊！不要啦，这个战神的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怕我？对不起。你变啊啦！大口袋。那你不要动啊！我没有动啊！我说你脖子啊，你要断掉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干嘛了？没有了，我没有要干嘛了。哎，你直接就开割嘞，那个脚怎么连痛伤？我这个玻璃连痛经，哎，这个有那个大妈的 feel， 你们不要离我的食物那么近。好了，反正就是他们活动了，好麻烦哦。穿比基尼来吃饭的话，拍个照片，有那个拍立得洗出来，就可以送一升啤酒。我要入境，我要入境。你是把救生员衣服拿来穿是不是？他就放在这边，我就看到就不咬啊。不是啊，人家穿比基尼可以送生啤酒，哎，你知道你穿这时候会怎样吗？送警察局。那现在呢，准备要吃晚餐。这边有这个火烤两吃，就是火锅料啊，然后还有这种buffet烤肉吧，烤肉。我看我哥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他已经主场秀哎，我已经吃一轮了。我刚讲，不说啦，我们就开动吧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肉就是要这样子吃才会爽。你再叫我一句英文啊。我教你去客语啊！不要，你在美国长大了，我这客家人。你一定会整我。我教你客家话。好好，谢谢。你在美国长大，你要回来学台湾本土的语言。好。客语，不然你看到了你就直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怪怪的。
怎么那么爽哎、欸？快点，你示范一次。什么、啊？我说你今天是去到那个美浓，看到一个客家在地人。我想美浓都要打招呼，来，快点跟我打招呼一次。直白，有哪没？哎呀！龙云七山河东。哦，真的是逼我。来来来，呜呼！周琦，周琦，这个人出去，让他俩要进。肯定你的怎么是我的？你的怎么是我的？不是你的，Jack it up。